月七日，冯德伦发表长微博，讲述侠盗联盟幕后故事，称曾为侠盗联盟焦虑到一夜白头。稍后，舒淇转发此微博，并暖心的安慰，写道：“辛苦啦，大秀恩爱。”冯德伦2016年9月和舒淇结婚后，夫妻俩私下十分甜蜜，却鲜少公开晒恩爱。而这次的暖心安慰也是羡煞众人啊，两人的感情生活一如既往的甜蜜呀。随后网友纷纷留言称，生活从来都不容易，付出总会有回报。